家好，我是如哥，今天是11月11日啊，是我叔叔过生日，所以说我白天比较忙啊，晚上帮叔叔做点吃的，杀只鸡，和只鸭，把姐姐叫上来帮忙了。不是，你这个图什么？你现在就在外边。鼓得呀！鼓得啊！鼓得！爷的，可以啊，出锅，起锅。好嘞。家就不闹了，还要你钱对不对？是老师，老师，谢谢了。是，你要点咖啡。嗯，不用做。啊？不嘛，上姐，烧糊了。不吃了，直接炒光光的。看嘛。第二个不炒了，再上面。直接在那放的粉吧。好的鱼，好的鱼。啊，这个鲜的不点，直接在那放的粉吧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们开这个。看单的工资。你们再等会儿，等会儿这个。你们把啥子呀？还有钱呢？来，干杯。干杯。这哪个啊？啊，生日快乐，妈妈！生日快乐！最近外头公安局，听着。快点来过来，快点快点。我担心这。快点。客套都忘了。来。来，那嘛啥去？然后就走。不走了。现在我们是吃饭吃到11点多了，因为我白天太忙了。叔叔今天过生日啊，给他买了一个小小的蛋糕。我姐姐也从市里面下来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妈，叔叔吹蜡烛，许个愿。看你，鼓掌。等一下嘞。叔叔生日快乐，辛苦了。啊，生日快乐。你看干过个生命。叔叔生日快乐，其实你是最幸福的，年纪这么大了还有奶奶的陪伴。我奶奶85岁了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叔叔天天开心。奶奶你也是最伟大的奶奶，吃蛋糕吧。